想要快速入睡，那我来给你讲解离月律法的演变史吧。我的那些朋友就没有能撑过20分钟的。除了律法咨询师这个身份啊，燕飞本身也是极少数没有与摩拉克斯缔结契约的混血仙兽。哦，那他也是仙兽与人的后代吗？不错。燕飞出生的时候已经是离月的和平年代，他当然不必再像他的前辈那样参与到残酷的战争里。不过作为一个追求自由快乐的小姑娘，她选择的却是去解读宁光颁布的离月律法，帮助其他人处理矛盾和纠纷。哦，这样感觉她应该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角色呢。我要说不愧是契约的国度所诞生的仙兽嘛，毕竟你们是契约的国度。那燕飞呢，他即便是在追求自由，但最终还是找了一份和契约有紧密关联的职业。看着一个长着鹿角活泼可爱的小姑娘，却时时刻刻在腰间挂着一本手抄法典，一本正经地分析着人间复杂的法律条文，这应该也是一种反差萌吧。等等，你说她也有脚的话，睡觉岂不是很不方便啊？说不定她也会像她的甘雨前辈那样站着能睡着呢。那她也会像她的甘雨前辈那样操纵着冰元素吗？不是哦，燕飞在战斗中使用的武器是法器，神之眼的元素为火，燕飞的普攻元素战技丹书立约以及元素爆发凭此结气，都可以为他提供一种特殊的增益效果，丹火印。丹火印可以有效降低燕飞的体力消耗，在燕飞进行重击时，可以通过消耗丹火印来强化重击的范围与伤害。哦，丹火印是那个在他身边像是刻章一样的那个印记吗？对，没错。那说到这里呢，我要再透露一个小秘密啊。尤拉和燕飞两个人之间呢，是有一层很特殊的关系在的。一个帅气的女骑士和一个古灵精怪的小仙女，那么他们两个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那这里我们就先不做剧透了啊，等大家去自己发现吧。好的，关于新角色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